今天呢是国庆节，我出来自驾旅游呢已经整整一年了。在这一年里，我看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走遍了祖国的山川河流。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旅行，我感觉很安全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很骄傲，我很自豪。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，五星闪耀皆是信仰。